欢迎到 GCNX 回得来 Armor Core 6的游戏开荒视频。上期呢，我们应该是把机体，我记得应该是进行了一下升级，现在基本上呢是武器装备感觉上都变得更重型了。当然不太清楚这边东西都升级之后呢实战情况怎么样。这期呢我们直接先应该是解锁了一些斗技场，总之测试一下。我感觉上我最感兴趣的应该是我的这个副手武器，好像是换了一个像是长枪一样的东西。Subject AC, deep down. Call sign, gun to Nile. Commencing evaluation. 他拿了一个手持的导弹跟个什么东西。先我就在这等着他。哇，这是他的东西。好像很厉害。Target destroyed. Concluding evaluation. Well done.就等于是我的肩部武器，我没有理解错的话，应该是它的CD 应该是更长了，装弹6，这个是4，就相当于是长了大概50%，但是它的发射数应该是多了一倍。它这个什么弹药单价为什么是一样的？它是每一发300块钱吗？这么贵，还是怎么算的？就感觉上这个它的充能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这是多少？装填是7，这个是5，感觉应该是总 DPS 应该更高，但是感觉上打 PVP 的话，可能就是相当于是每次对敌人进行攻击的间隔，相当于是要隔得好。隔的是更久。Arena Combat Aptitude Evaluation Program Number 6。这个人右肩上那是个什么武器？这个右手上又是个什么东西？左手好像怎么感觉也没有见到过？你的脑袋有点搞笑。Commencing evaluation. 这是什么东西？他的装备没有，不是特别，不是太看得太懂。人在哪儿？那边。为什么这么远？我天哪！这个这么多的，
我觉得这个呢 AP at 30%， 这个没有打好啊。就是我的攻击我都他的攻击我都躲不开，就等于，而且为什么他射程这么远，他的武器我也是没见过，不太清楚是一个什么样子。Main system activating combat mode。 就是他的那边我是不太适合，因为都是掩体，我可能我要在这边我等他过来，我看看他过来了。然后呢，这个东西是哪儿来的？我天哪！然后就是他使的跟我是一个武器，现在问题是 我躲不开他的攻击，然后他的攻击是从我的视野盲区一个大 AOE， 我猜可能他的武器装备跟我一样，那射程多远？这个怎么躲啊？这个为什么我躲不开？怎么回事？我们俩装备感觉基本差不多，但是他的这个主手的那个雷的枪感觉好厉害，射速超快，而且我还躲不开。他拿的是什么东西啊？这个雷射应该都是激光，应该是它是 laser 吗？是这么翻译过来的？榴弹。这不对啊，这都是机枪，我猜可能就是它比较高级的一个武器，就是我现在还没有解锁。还是说只能在左手放？没有，还是肩部武器，但是它这个应该是什么？这个电击针吧？它的应该是一个手持的一个电击针式武器，是这个吗？不是，这是放一个像钟一样的东西。就是我还没有，但是它那个武器我不知道。总之刚才打就感觉上射速比我的这个武器要快，
而且 还躲不开，伤害 也挺厉害。这我能查看这怎么着，显示共享画面，切换，不对，帮助，啊，这边，它是什么 VP 跟 VE 的一个组合？我怎么看的这个？看不了，确定，读取不了，不太明白。才可能现在还没有解锁吧，但是我的这个长枪的那个突刺真的是好强。他拿的是两个火箭炮吗？肩上好像也是个火箭炮。他的右手是个什么武器？还挺聪明，他快出硬直的时候把那个其实我感觉上这可能跟那个之前那个光剑的效果差不多，就是你没必要考虑太多，直接无脑的冲锋就完了。我不太清楚这个就是敌人的 AI 设计的就是不会躲这招，还是说这招它就是追踪性能特强，很难躲开。Evaluation Program Number 4, Rank A, Final Evaluation. Subject AC, Astrik, Call Sign, Thumb Dolmayan. 他的副手是个剑还是个什么东西？ Main System, Activating Combat Mode.我停下来了，
这个东西感觉 PVP 有点厉害。This concludes A rank evaluation. Only the best of the best remain.现在是 A 级的完了，下个我才是 S 级，这个应该还是什么恭喜你，是没有什么 Congratulations, it is a great on all mind. 还是没有什么变化。可以，那基本上就这个样子了。我感觉是现在我这个机体至少可能这个尖的东西可能需要换一换，但我还是不太确定。就是目前感觉上 PVP 可能它的就是 CD 太长，我猜可能是就是一旦你放一个敌人躲过去了，我感觉上可能会就是实际上效果是不好。如果是能就是更频繁的放的话，可能没准会好一些。装填是四。弹药量120，这个如果是两倍的话，它应该是弹药总弹药应该是240，这个只有210，我猜可能它就是少了一些。这个呢，这个做最大锁定是2，弹药是多少？72，这个是40。我先这么带着吧，也是之前应该是打了 PVP， 这边是看一看这种非 PVP 的任务。Here's the job, 621. You'll be going into that underground facility, Watchpoint Alpha. I managed to talk Archibus into letting us lead their survey.They jumped at the chance to use an independent mercenary as their canary. Balaam has already barged in, taking several red guns and MT squads. Seems they want to be ready for a run-in with Archibus's new firepower. You'll start by descending through Depth 1, a vertical chamber sector.It's likely you'll meet resistance from autonomous defenses left by the PCA. The worst of them is lurking at the bottom, Nepenthes, an energy weapon platform. Heard on the grapevine that it already turned half of Balaam's forces to ash. Don't want to end up like Balaam after all. Tread carefully. So...这个类似于是 boss 的什么猪笼草，有没有什么情报吗？一个我的零件其实我已经是买了一些了，我不太清楚我还能再做什么准备。我的这个壳应该也不是壳，是什么足部，肯定是有这种不同的东西。我觉得就直接出战吧，看一下，见到那个 boss 再说。
counting on you to reach the coral. Main system, activating combat mode. 感觉这关是不是那种四条腿的更容易？啊，是，哦，还不是，就直接是在这个平台上。好吧，这个有意思啊。我天哪！这个有点，如果是一直这样子的话，那个四条腿的真的会好很多。但是如果说让我直接往下跳的话，哎呀，什么东西啊？我。Two repair kits remaining. 这一路什么都没有是吗？哪里是一个最近的安全地点？我的这个锁定为什么没了？刚才为什么有，然后现在又没了？又要我用鼠标流？什么东西？这是个什么东西？ Nepenthes. It's named after an extinct genus of plants. They were rather unusual. 灭绝了，好吧。Did you find an access point? Good job sniffing that out. Unauthorized access detected. Transitioning to phase 1.5. 所以这边不让我走，还是等开开之后才让走？其实有个问题，也不算是问题，就是这个地儿有个隐藏的东西，这些地方呢？好像是没有，可能是没有，这个下边。这边没有狙击我的了。Changed its combat routine, Raven. Watch out for those plasma missiles.
我天哪！每次都要。等这个导弹打完，然后我再下。我有什么能迅速就是这个小房子好可爱，我有什么能迅速就是降低而不是飘的吗？这样，我天哪，停下来！就是我怎么把这个把我的这个就是飘的东西给取消掉？这个附近好像没有掩体了。就是我走错了。对面有掩体。这个有点。我天哪。操作失误，所以这个是什么？It's changed its combat routine, Raven. Watch out for those plasma missiles. 我感觉是不是我就是要沿这个边这么一直下，但刚才好像就是沿着边下着下着好像就没有东西可以下了。2 3 4 5 6，啊，就是这边我下去之后应该是没有东西了，是吧？那等于说我不能这么走。这个地儿这是一个难点吗？怎么周围都没有掩体？这边有掩体。3 4 5 6。我天哪！完。这个就是我想停下来，我让你给我降，我不应该按 hold 的。对。这攻击都已经打完了，你再给我提示，你能锁着吗？谁在打我？
还是这个是楼下的？这有点高，感觉这个我又跳错地儿了。三四没了，我天，已经可以看见它的本体了，至少。三四五六，大概知道了，它是六个那个东西。有点远，天，还是被打到了。我猜可能这一关你是需要一个高机动的一个东西，我这边弄好多重型的东西有点不太擅长。二三四五六，这边还可以，加个血。周围又没有，啊，这有一个。You're up close now, 621. Destroy the target. Raven, it'll be easier to immobilize if you aim for the neck joint.我就直接冲了，他说是什么打脖子，这东西没打到啊。就等于是一个这个 boss 实际上是一个机制型 boss， 并不是什么，并没有什么一个难点，把它的这个射击的机制它的间歇搞懂应该是其实是不难的。好吧，给了个腿儿，看一下
所以这是什么呢？运动传导。所以这个有什么特点？稳定性高，能跳了，然后更快了，稍微脆了一点，负荷更高了。推进速度高了一点，重量轻了一点。稍微脆了一点，感觉没什么耐爆变高了。我觉得就先这个样子，没有什么必要，没有必要什么换的。像这个武器，说实话，我是想主手武器，我不太清楚有什么能更好的一个选择。现在感觉就是遇见的敌人大部分都是那种比较强的敌人，现在这种单发攻击力高的武器，其实说实话也没有什么特别大优势了，也是一枪打不死。然后是又有新的任务了，深度二，就等于是一层一层的，是吧？看一下。Here comes the follow-up 621. You're going to be exploring depth two. The sector's made up of a sprawling rail network designed to transport resources. It'll be a complex route with a lot of blind spots. Be ready for close quarters combat.这等于是狭窄的空间。I've obtained the comms log from the Balin squad that went in before you. It looks like they have another mission here, and it's not part of their survey. Guardmex won't be the only threat. Balin's agenda is just as dangerous. 好吧，就我猜可能是。这个武器可能换一下，这是什么？其实没事，这个也是直着开的。我现在武器应该就都是直着开的，所以说对这种狭窄地方应该并不是太成问题。我觉得我应该没有什么需要换的。Just so you know, 621, my radar won't be able to reach the lower depths. You'll have to trust your eyes and ears.意思是没有地图吗？还是我的扫描？其实我之前也是一直在问，这个扫描扫了有什么用？没有地图，好吧。我怎么？这个就无脑，这个我才发现这个东西是这么走不了的。我说我刚才我这个行动轨迹为什么这么奇怪？跟刚才那个敌人带盾，所以说效果不好。所以这是我前进的道路，这个就是什么？这是个隐藏的东西，这能坏吗？能不坏？
这哪是 ambush， 我自己进去的，这不是敌人，其实也算是个 ambush。还是说，就是我这个地儿实际上就是那个门是没有电源，现在说是要把这个电源恢复。好像之前见到个画稿，但是这个是直接是三楼，猜我可能是 miss 了一个。这群人的行品太糟了。好吧，就实际上这个并不是一个隐藏的东西。这个东西能打坏吗？The heat exchanger section's up ahead. This is around where the comms log for Balaam's advance squad cuts off. There's a 敌人。加血是吗？就留下一个队长。对，这个空间它就是不好战斗嘛，其实也不是特别不好战斗，感觉上比较平坦也。但感觉上刚才那个地儿好像是敌人倒是不太好躲攻击了，这是什么？哦，我先把这个门开开，看里面是什么。然后这个 supply 是怎么过来的？直接就是在这个地下这么复杂的空间中，它是这么高超的飞行技术。玩意儿啊。哎呦我天哪，这什么？天哪，这个就惯性，经常是死亡原因全是失足，就那个人呢，没了，没有东西，这是东西吗？不是。这是往前走的道路，因为没东西了。
这里面是个洞吗？这是往前的路，这个地儿呢？这个希望有个秘密，要不然我来这儿是干什么的？我来这儿是干什么的？那个下边 ventilation duct identified. Looks like it's connected to the control room. 那实际上不是秘密。那是个东西，我是。这还有别的路吗？楼上之类的？好像没有。我有个问题，我之前那个路是哪儿？这个就不要赖我了，我还是很好奇的。之前那个通道，我要是走是会去哪儿？这就是锁住了。这就怎么看着有点眼熟？我是那么出来的吧？我是那么出来的，然后这个里面为什么跟之前那个地儿地形是一样的？摁错键了，是这个键。这是正常的一个门的大小，可以，还是没有白来，至少拿了一个我猜可能是部件的一些图，但这应该不是图纸，之前好像就是捡了一个东西之后它直接告诉你是，就是获得了一个，正好说是获得一个腿部。哇、哦、完，这个我会被卡住。怎么还有人？人
这就是前进道路。我刚才看的那个是隐藏的道路，我说是选择性道路。这里边是这个地儿是吧？怎么回事？这个为什么没有扫到？就是给我解释一下。被卡住了。什么东西？我的天！这是，他说这个电梯在哪儿？在这个地儿。这是我之前捡的那个东西的地儿，就等于是你实际上是这么走，应该是更高效一些，就不用走冤枉路。这是补给。就是刚才好像是远程狙击我们的，这应该是 BOSS 战了。好吧，什么东西特别大的高达是吗？这个主手武器有点可怕。这么打是感觉就是不行的。
一段，两段，三段，然后我反击。一段而已，就要跳。什么东西啊？什么呀？这是？我的这个蓄力又没了。那刚才我发动了一个攻击，然后我这个蓄力我应该是有按，为什么没有打出来？它就是不太容易出硬直，我相当于是我的这个长枪的蓄力应该是接的再好一点，刚才应该是有长枪蓄力，我是没有打，就他出大硬直，我应该是长枪蓄力好像没有打出来，就打了一个普通攻击，然后怎么游戏卡住了。游戏应该是崩了，我是直接就是游戏关掉了，好吧。我觉得这期反正时间黑屏就直接截下吧，下期这个 boss 我感觉应该不难，刚才就是第一次打是直接基本上血不多了，估计下期打一打应该能给打过。这期呢就先录这了，也是能习惯，我们下期见。